大家好，我是乡村小刚，今天我又来钓黄鳝了。看见没有，这个莲藕田里就是我的猎场，很多黄鳝的。我去找一下能不能找到黄鳝洞。我在前边这个田坎下面发现一个洞，好多福寿螺呀，福寿螺的卵，看见没有，红色的。我把镜头放大一点，看见没，红色的福寿螺的卵，那个洞就在下面。再放大一点，看看清楚没有。好了，我过去看一下吧。这个洞就在下面，看见没，哦，有动静。哦，好凶呀。没蚯蚓了，没蚯蚓也可以给它搞出来。咦，拉不动呀，我去。哎，哇，差点跑了。哎，跑哪里去了？我去，一只手钓黄鳝确实不方便呀，小样。差点跑了，朋友们，还可以了。有一两多吧，看，这是正宗的麻鳝，好了，朋友们，喜欢我的视频可以在视频下方留言，想看更多精彩的捉鱼剥虾视频可以关注我是乡村小刚，再见。